难大概就在这里，其实感觉有抓到那个球的感觉。现在轮到四棒的张泰山，同样的这一回也打到右外野方向，右外手往后推，往后推上去喽。他不可以是四棒，三棒跟四棒还是有差，还是有差的。这回打反方向，稍微顶着一点斜斜的逆风。巴杰勒尼呢，在最近这几场比赛的第三局呢，形同一个好像紧箍咒一样，哇，真的是顶着逆风的张泰山，轰出了一支右外野方向的两分全垒打，也让球队呢在这个时刻又再度取得了4-2的领先。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球呢也是打到比较不近垒点。高了哦，不过也是打到几乎是同样比较棒子头前面的位置，打一个反方刚好越过大墙。这一次棒的 power 呢，还是比他的200号全垒打呢也进入到实时的倒数计时。这个球呢在右外也刚刚好呢是飞过了。